哇，我湖人其实呀，是河湖人，河湖人，唔是姓何。这个我湖人是姓啥？姓杜，就是这条巷啊，里面整扎整间住过一位姓杜的杜家，郭振兴这个查某啊，这个查某啊。生做咧粗骹大手，真敖做事，而且性格哦，真像查甫，做人豪爽，乐于助人，厝边头尾尽人多娱乐，老爸老母是共伊听毋捌播。多嫁即个查某到啊，甲18岁诶时阵，就出嫁，天托一户新女。哎呀，说起来哦。也是命较欠俩，过门都才无偌久呢啊！伊这个生了这个丈夫哦，不幸破病煞过身。啊，你这个生了这新妇就这个生多这个查某啊哦，啊年纪轻轻就走寡咯。但是甘心守节，服侍公婆啊，伊对家眷亲像咧对待家己的爸母，十分孝顺。啊，有人劝伊咯，啊，说你做就好呢，啊，就安尼做寡妇，过去，你身边也无一男半女，啊，你终归无聊时啊，你还是两查哦，去找一处较妥当诶，去改嫁伊较对俩，哦，啊，伊就说咯，说改嫁是较贵啊，但是咱也毋是啥物官家子弟啊，师兄问题，会做啥呢？我想要。入境即排行，只是我，若是去改革，才放杀阮的机关，哪有人通照顾啊？啊，人说你这个新妇哦，诚实是比查某啊，搁较好搞哈，真有良心哦，逐个也诚懊恼啊，啊，这种人懊恼哦，先说讲伊，称作啥物？称作大孝妇。因为生多是份也有下哦，会进步了。啊，多好呢！你是做事，做有做咩，拖磨精做，没事，没事再来料理家务。哦，啊，照顾家，大家大官生活咯，是较无爱无怨。啊，但是哦，有一摆啊，这个多好富，我都去因后头，要去看望因哦。后头爸母啊，哇靠啊！爸母看这个查某啊哦，比人啊较安尼啊，袂晓偌毋甘的哦。啊，老伊加点贵的了。我摆煞听见人咧传呐，传说死咯，就是因夫家迄乡里死咯的哦，一代啊，得着瘟疫咧流行，瘟神降临，人是啊三头观察煞无得通买哦。多好有一听，做袂了啊！先做因此哦，大家大官无人能照顾，毋知是死还是活，要拼倒去啊！啊，因老爸老母就劝伊啦，说阿姨啊，啊你那作暗作戆啊，叫拄着我瘟疫，别人是苦袂了，通逃走出来，什么你这都要拼入去啊？免说你是要去救人哦，你家己哦。未到你就算断念着用诶，瘟疫病咯。啊，你若是有三长两短俩，家里母何要怎啊过日子啊？大下午就说老说阿母啊阿爹，我厝内无人啊，孤单剩两个老诶，我若无去关键咯，刚搬去别地搬走哦，有性命危险啊！无要紧，我体力正勇健啊，抵抗力。也强，阿母啊，你免怪伊。啊，因老母苦劝伊哦，袂听啊，老咪老伊袂调，大好妇偷半暝哦，这样拼倒去因夫家。啊，人看见这个大大步细步哦，啊，那着瘟疫个迄老家个乡里哦，要入去啊，有人就劝说毋通去哦，也危险啊。
啊，土门上阿阮大旗甲大官呢，啊，大家摇头甲摇摇说，啊，个人个人都咧过袂咧东西咯，那有法通去过啊别人个代啊？大有心咧，高卡着急，赶赶紧紧开步走，走去一片凶空旷野的所在，刷拄着一条河咧。大风雨，薄落无风，真特两难，生命堪忧。这届雨好是好啊，难道有奇迹发生？咱听讲古人继续讲耍落去。朱元璋啊，一大好富哦，你要拼去因厝啊？落雷哦，说直接将雨劈晒在路中啊！阿朱家，大好富子，好啊好啊！我是赶紧要赶到去迄处去救人。啊！你哪通跟我电了啊？迄只好天气多好个，你说哦，像你等先煞拍咧，迄个河尾哦一直摇咧，头壳搁荡咧荡咧，都好想说，河啊人所是要土地公是咧管河个呀，这只河无本是土地公哦，拍来要接我呀。多好就行过去，刚只好哦，头壳哦，刚酥酥的，啊，规身热热哦，迄袂白个搭搭，是好啊好啊好啊！啊，你赶紧载我倒来去阮厝，问，迄只好哦，无那个摇摇的，啊，迄个头壳哦，搁在淡淡的俩，多好双手将火鱼啊揪的，连后前。快去个火把只嘞，叫一声叫，就讲句呢。迄只火将大好虎再高，因乡里哇是喏，这个乡里。但是贵个乡里即阵哦，静静静，无看一般人伫门口啊。伊赶紧走来，因出门口了，讲只火子，说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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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经到阮厝了。迄只虎哦，前停咧，大好虎前呢，为虎前顶跳来，刚好说说答答说：“啊，你行，你去。”迄只虎哦，头壳摇起，尾仔就甩，卷走出牛里去。大好虎拜下土地公三伯伯，前将因出门哦，杀入去，看一摆哇，只见因出来，听中迄个长安道人。这一个用青乌衫、地乌布、青乌鞋、鬼面乌杂杂，搁加何秋何血鬼怪，大好富，好都无惊，哪有惊你什么妖精鬼怪啊？一想落去，哦，这个大概就是瘟神咯。大好富大喝一声。温泉啊，你好大胆！你敢来温出来害人啊？啊，大好一整岁哦，做事打的粗卡大手，人大汉健壮，迄张卡哦，袂晓偌大伤诶。像我穿人鞋鞋哦，擦到哦，唔拢39号大伤。看迄温泉了坐伫迄底啊，无啥问啥，只压压落去哦，将鞋脱起来。像你一手哦，夹一卡位啊，钱去劈劈，用温水煞给刮落去哟。一温水呢哦，是甲笑嘻嘻在咧得意呢哦。无想说突然间哦，这个赤查某钱那个打头哦，比大伯牙个大，啊那草哦比大伯牙个较扁啊。一时间哦，无张持啊，劈劈劈劈哦，都先者哦。目睭哦，隔嘛起眼人，嘴边隔隔睁起来，温神就呼，看这个赤查某甲这个色哦，唔知伊是何方的神仙啊？你叫伊是啥物神仙呢？唔敢还手，就安尼双手将面捂了哦，夺门而出，走啊甲唔好回头，大后人入去大街当我绑咧，看一摆。只见因大家大哥一见我醒来了，因大家说：“那就忘记，
一个温馨，你要来掠阮，还是哪像是火神送一千什么夫人吗？哦，来咱出来将温馨赶来拍走。大哈有听到原来是啊，是阿母啊，你先休休一下，我来去煮一嘴哦烧麦汤托人吃嘞。大哈夫人就去看一大鼎哦，一暗暝先炖两碗哦，大鸡大肝哦，一人托吃进来，碳烧率较补滚骨哦。迄阿母就撤落去了，也肝逼出来了哦，人现精神啊！大哈夫人伊鸡肝扶起来哦，贴在面上倒了，连休。将遐阿妹赶咧，去厝边看嘛，看厝边看，也够有啥物人无？也有啥物病人无？将遐阿妹哦去奔土跩，精人哦破病人去食咧。我奇怪啦，淮人食着大好富的跩，将烧阿妹啊，大家皆好，皆逼逼起来。啊，这条消息哦，慢慢就传出去咯。啊！我躲避瘟疫，走去外口，我人啊，真是大好夫，是卡一只虎倒来一处，将瘟神哦，将伊拍走的，过来一点，治病救人，这条消息哦，就传到大家都欢喜啊哟，瘟神走了哟，大家全给我倒来了，而且我倒来了哦，这乡里的所在慢慢啊恢复了。原本这个平静生活的事啊，过几年了，大哈夫因大吉大官，得到和善将，留了一个信咯。有人看见这个大哈夫卡一只虎，挖倒去因后头，啊，从此了后，就果无看见这个大哈夫哦，又过来附加了。后来呢？人全将大哈夫因外界迄个所在哦，刚起种劲啊，竖起身量诶，卡一只好诶，这个样女诶姓名，该清楚先啦，清楚何夫人来纪念这个大哈夫。啊，大哈夫点着西瓜哦，因咧点诶厝诶这条巷啊，人全讲叫做。何夫人行啊！何夫人，何夫人，要头叫噪音，所变成我夫人，变成我夫人啦！咱直接讲个一点就就了咯。再见。我夫人行墙对面的甘地巷，曾经出过泉州历史上的头一个进士，这个进士是啥人？伊有个什么传奇故事？用的详情，敬请关注东亚文化之都泉州之西瓜漫步第十二集《甘地巷》。乡音，乡韵。胸襟蓝醋披带